兄弟，向主的中间，愿咱每一个人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今天就会来听这首诗歌，欢迎祈祷来到主面前。Oh,
的是耶稣，是我靠耶稣的名，咱得开始。要靠耶稣的圣名，咱绝对得胜。我靠耶稣的圣名，咱得得胜。咱得得胜之外，咱得有信心。你咱每一个人的心，第七点，咱每个圣人来，信心有个内心要有。你的心得到的是什么？这首诗歌里面来讲，我的心充满平安、欢喜和平等。保罗耶稣圣名，当咱全部是人来做，咱在上帝面前来悔改的做时，咱要记住，无论即马或前社会，伊真理是啥物，但是上帝。这是咱的真理，咱用现实点亮每一个人的心，咱都来用这首现实之光。